是在穿越前有做点小准备。其实我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也有备案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。那我们这次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什么能改变，什么不能改变？生死可以改变吗？我们这次回来真的可以救到若比吗？钟楼爱人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Hello， 我是 Nick 周汤豪，请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请支持钟楼爱人。